三小啊，很恐怖哎。对啊，你一个人 hold 住哦，你带 AT 干嘛？用不到了。跟我讲，我随便捞就捞到这个。啊！瞎搅啦！看，吓死我了！好，我们传回去吧，我们用传的。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好，你们在笑什么？其实我觉得那把打完了，其实我觉得会变劣势哎。什么劣势？好，没关系，你试试看，你没关系，试试看。HEDD 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猜吗？唔知。你猜。好，开始哦。效果不大，而且我完全没受伤啊。你的准心有晃晃的吗？晃一下而已啊。没有啦，你打拿那个榴弹枪，我就觉得不效率，而且弹药又少，打完你还要装，你就被人家打死了。哇，越来越狠了。人家就很难。你拿榴弹，我要拿这把了。他拿榴弹，我跟你讲，他拿榴弹绝对打不赢你。你拿步枪都可以打赢榴弹，你放心。因为你开枪一定打得到我，不一定打得到你。对啊，榴弹你就是一个很不效率的防御武器耶。他是要大规模杀伤，你打单点的话一定是没有效果的武器啊。除非他是在密闭空间，可是他不可能躲在一个密闭空间。近距离也没有意思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拿那把保护我，我觉得实在太难过了。我好奇耶，如果直接拿榴弹去打人，会不会受伤？我应该会到时候也不会请拿榴弹，因为我觉得榴弹真的发挥不了什么效果啦。我搭枪的话，直接亮明看你会不会倒。好啊，不会倒啊，还会卡在这个前面。他卡在这里耶，好帅哦。我是Neo，哈哈哈哈，你有没有看过 Matrix？ 我可以控制他。真笑哎。好了好了。好，我们出发喽。靠，他在这里，他在门口里。啊，没有，那个是蛇打开门的，没事，应该是蛇开的。靠，吓死我了！
Dustin。嗨，我 out 了。Hit， 刀。到你了。哎、欸，你那时候是在门里面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躲在一个地方，我就直接躲在地方，然后等着就在从后面偷袭。哎呦，惨。跟龙哥讲一下，龙哥，龙哥，你有收到吗？龙哥讲一下，逮到了。龙哥，我被抓了，结束。欸、他还是你。哎、欸，龙哥，龙哥，龙哥，我已经死了啦，龙哥，龙哥，你有听到我讲话，龙哥，龙哥，我已经挂了，燕你在我后面，我已经挂了，我被他抓到了。你在哪里啊，燕你？他躲在后面啊。他躲在那个地方等你们走过去。哎呦。燕你带吧。刺激哦！我觉得他好像也会跟你一样在附近。啊，走吧。OK， go。在哪里是个好问题。我打得这样不错。就这样录完，吓吓他。吓死我！这我们不是也暴露了吗？哎。操！我操！干太近了，我自己也受伤。跑过去再动看看。啦，你们都没看到，我就只有我看到哦，见鬼了，就只有我看到 Long 哦，没有，这真太扯了，看他直接绿色的了，你很弱哎，我都看到，你们没看到，哪里？白痴哦，三小，看着很智障哎，Long 你太紧张了吼。你可以把三个都打死的、欸。我要先把你打死，结果那个树叶挡住了。哈哈哈哈，超白痴的。其实我们刚应该算阵亡。他们真的都没看到你耶，真的很扯。我知道啊。然后我想说是哪招？不行，我觉得我以后当忍者我还是讲话一下好了。